上三门为官，军爷戏子拐杖仙，平三门为贼，阎罗浪子笑面佛，下三门为商，美人算子齐通天。大家好，我是电影人老贾。2016年老九门开播，可以说难以掩盖其的火爆，两个月时间播放量突破100亿，掀起了全民追剧热潮。今天老贾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老九门，话不多说，剧情走起。1933年的一个夜晚，一辆诡异的火车驶进长沙站，惊醒了在值班室熟睡的守夜人。守夜人好奇之下上前查看这辆突然进站的列车，待其抹开满布灰尘的车窗后，第二天佛爷张启山带队前来查个究竟。张启山和部下一边查视列车的状况，一边向守夜人打听情况。他们得知这辆列车是深夜突然抵达，没有通行记录，车身也锈迹斑斑，像是从废铁站里开出来的，加上里面挂着死人，车身又用铁皮焊死了，种种迹象都表明这辆列车绝非寻常。张启山安排部下用气割瓶割开车厢，准备亲自入内一探究竟。待他们进入车厢后，发现里面竟藏有多条死相怪异的尸体，皆为面部朝下。张启山见此状况，命部下把八爷齐铁嘴叫来。齐铁嘴看似胆小如鼠，但却有一手精通奇门八算的活。齐铁嘴被张启山半推半就之下，一起进入列车里面探个究竟。待到两人进入列车内部，看这些尸体的死相和摆放位置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份画有实验内容的文件。张启山根据种种迹象推断，这列车和里面的尸体都是做陪葬用的，而墓主应该就在最后面的那节车厢里。待到几副陪葬的棺木被打开后，里面尸体的死相与列车内其他尸体无异。正当齐铁嘴纳闷着列车是如何在没活人的情况下驶进站内时，张铁山推断说，这些人应该是事前吸入了浆气，进站时已经奄奄一息，至于真正的秘密，恐怕要把最大的棺材给打开才能水落石出。最大的棺木是个哨子棺，非寻常人可以打开。棺材以铁水封棺，只留一孔，强行打开只会引出毒气，必须用手伸进孔口从内部打开。现在要打开这口哨子棺，只有靠张家的本事。张启山让自己张家的亲兵帮忙开棺，但这位开棺的士兵伸手进孔时，张启山唯有亲自出马，伸手进孔开棺。只见他一番操作，棺材成功被打开，里边并没有什么机关，只有一具面容朝下的尸体。张启山伸手在棺内一番翻找，摸出了一枚看似南北朝的戒指。长沙九门中最了解南北朝的当属二爷二月红的世家。在齐铁嘴提议之下，张启山决定携此戒指去拜访二月红。此时的二月红正在梨园的戏台上唱着一曲《霸王别姬》，一名满身铜锈的座上客打断正在唱戏的二月红，并对他出言不逊。正当场面陷入混乱时，张启山刚好前来替他解了围，并教训了那位满身铜锈的客人。二月红对张启山的出手相助表示了感激，但当张启山拿出那枚南北朝的戒指时，二月红却脸露难色，说自己已经不碰那些地下东西很多年了，当场拒绝了帮助张启山。张启山也不强求，将戒指放在桌面上，让二月红考虑考虑。作为长沙老九门第二门的二月红，为何多年不碰地下的东西呢？这就要说到二月红的夫人丫头。二月红和丫头两夫妇相敬如宾，恩爱非常，但是丫头的身体不是很好，说不到几句就五旬咳嗽。二月红非常担心妻子丫头的病情，她觉得这都是自己家业的过错，报应在妻子身上。二月红曾在祖宗牌位前立誓，不再沾染祖业，希望先人保佑妻子安康。但二月红还是心系张启山所托之事。待到晚上，二月红打开隐藏在书柜后面的暗门，进入了一个密室。尽管密室内布满机关，但作为密室主人的二月红都一一轻松闯过，直达密室的深处。二月红进入密室最里面的房间，房间内满是阴森恐怖的物件及一些地图和照片。二月红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了一枚戒指端详，这枚戒指和张启山拿来的那枚一模一样。终究还是重见天日。张启山在夜里把齐铁嘴请到家，
把二月红拒绝帮忙的事告诉了他，同时告知二月红留下了忠告，要他最好不要碰这事。张铁山却不认同，这火车出现的如此突然，车内的景象又如此诡异，加上棺材内出现南北朝的器具，种种的事由让张铁山觉得长沙可能要陷入危机。张铁山拿出铁路图告诉齐铁嘴，他们虽然暂时不知道棺材的来源，但是却可以找到火车的来源。他指着铁路图向齐铁嘴分析，东北过来的铁路虽然全部被炸掉，但是长沙沿着东北的轨道却是好好的，这当中山脉绵绵，山中必有轨道连着矿山，所以推断火车是从矿山开出的。齐铁嘴这时提到，矿山最近似乎不甚太平，那里有很多日本特务，似乎在策划着什么阴谋。张铁山立即联想到日本人可能要在那里搞秘密实验，于是立即让齐铁嘴及张副官随自己一起去矿山一探究竟。放心吧，我会保你安全。张铁山一行三人来到矿山附近的镇上，打算找人问问情况。镇上不但古物四处乱放，也没看见多少人家，好不容易遇到一对母子，只见这对母子背着包裹似乎在匆忙离去。张副官向母子打探道，这里最近发生了矿难，村民都去逃难了，在此之前日本人也曾经来过，发生矿难后日本人就走了。张铁山觉得事有蹊跷，应该跟火车的案子有关系。张铁山三人在镇上遇到几个外来人士，他们向这些人打探火车的情况，并问他们来这儿所谓何事。几人告知是来这边干些散活混口饭吃的，但当被问及火车的事情时，这些人都三缄其口，跟着匆匆回房间睡觉。张铁山觉得他们神情举止都有点异常，且睡觉时床边的鞋子摆放得非常整齐，看着就是随时准备离开的样子，于是保持了警惕。第二天一早，这三个外来人士悄然离去，张铁山等人发现后立即尾随其后，但当他们追至浓雾之中时，却被他们借着雾势隐藏行踪，并开始对张铁山他们进行偷袭。幸亏张铁山武功高强，将三人制服，这下可以断定他们跟火车这案子肯定有关系了。但是当张铁山向他们逼供时，他们把事先藏在口中的毒药吞服了。人虽然死了，但是张铁山认为他们在此处突然发难，这里肯定有古怪，于是四处观察，最终发现了这里藏有一条隐秘的铁路直通深山。张铁山估摸这里应该就是日本人做秘密实验的地点了。看来我们来对了。与此同时，日本特务田中良子来到长沙，似乎要进行什么秘密的行动。他多次求见二月红，但都遭到拒绝，这次更是收买了一位梨园的下人，让他得以见到二月红。而二月红向来痛恨日本人，这回被他强行上门，更是反感。田中良子见二月红态度坚决，于是心生一计，打算向二月红的徒弟陈皮入手。陈皮是个心狠手辣之徒，只要一句话不中听，他随时都有可能要了对方的命。但他对师娘却是万般柔情，恨不得立马将师娘占为己有。而田中就是看准陈皮对生病的师娘非常在意，于是以自己手里的治病良药作为交换条件，希望陈皮帮忙引荐一番。陈皮听见了丫头的病有药可治，便动心了。他回到府上，碰巧撞见师娘狂咳不止，很是心疼，觉得拿药给师娘治病一事刻不容缓。陈皮找师父二月红说起日本人以药来换取见面的事，却遭到二月红的极力反对，并被痛斥了一番。陈皮一心想救师娘，师父二月红却如此不配合，他的心里满是不忿。这边厢的张铁山等人进入深山后，发现这荒凉之地竟有一名老人在此出没，好奇之下便去追赶老人，老人也慌忙逃跑起来，但却把背着的柴木和斧头落到了地上。张铁山知道这老人必会折返捡回这些工具，于是便在一旁埋伏，等这老人自己出现。果然老人原路折回，捡起了斧头和柴木，张铁山等人便顺势跟踪老人。待到老人回到家后，张铁山等人立马闯了进去，竟发现老人的屋里头藏有一大堆军需。在张铁山和齐铁嘴连番逼问之下，老人只好交代这些东西都是捡来的。随后老人把他们带到一个破旧的院子里，院子里臭气熏天，尸横遍野，异常恶心。老人说他就是贪财，在这些死人堆里偷东西，
并向张启山交代，原来他是住在这里的，但在半年前突然有一些人来到矿上，给了他一些钱后便把他给轰走了，直到前几天闻到恶臭才发现这里死了人。张启山仔细检查了这些尸体，发现这些尸体的死状都跟火车里的尸体一样，而且身上也有一模一样的纹身，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尸体都被剃了光头。张启山让老人带他们去矿洞入口，老人起初还想忽悠张启山他们，然而并不起作用，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他们继续前行。待众人走到一处坟地时，老人开始止步不前，张启山觉得事有蹊跷，立即走到坟地前看个究竟。很快张启山发现一块墓碑有点古怪，在他搬开墓碑后，一个通往地下的洞口出现在了众人眼前，他立即带着大伙进入地下通道进行探索。大伙慢慢走到通道的深处，不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个雕像，雕像前面有一个铁栏封着。七爹嘴说这个雕像像极了天尊老母神像，天尊老母是玄关道里最重要的神，这里有人把它摆在这儿，说明下面肯定藏有不得了的东西。张启山听后马上来了劲儿，决心要闯进去看个究竟，而老人则不停地劝张启山等人不要进去。张启山见老人情绪这么激动，想必一定是知道里面有什么才如此害怕。老人在张启山的逼问之下，终于把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说了出来。老人他一家祖上几代都是靠挖矿为生，到了老人父亲那时则受雇于日本人，进了矿山进行采挖，他们无意中发现了矿洞中另有洞穴，于是日本人便带队进入探查。当一行人走到一道刻有入此门者必当放弃一切希望字样的门前时，日本人便把全部中国劳工驱赶走，自己则进入此门中。等在门外的老人父亲和几位工友觉得里面似乎有什么宝贝，也想跟进去瞧瞧，顺道抢点东西回来，但是没过多久大伙都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老人说他也不知道。七铁嘴利用盐酸把封住雕像的铁栏锁腐蚀一番，然后让张启山把铁栏打开。众人绕过天尊老母神像后，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废墟。众人路过一处放有很多废弃矿车的地方，继续往前寻找，便发现一个奇怪的入口。张启山发现入口后，便拉着七铁嘴继续往里走。他们走着走着便来到一处放有很多木梁及麻绳的地方，木梁上有被刀子砍过的痕迹，而绳子也弄成了上吊的形状。七铁嘴看了后说道，这里应该曾吊死过很多人，而老人则一直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看着这些悬梁的绳子，他甚至产生了幻觉，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大堆吊死鬼，随后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矿洞。张启山等人看见老人已是这般处于崩溃的边缘，便没有阻挠，而他们一行三人则继续往深处探索。待到三人走到矿道尽头时，发现有一个水缸摆在那里。张启山察觉到水缸应该是为了堵住什么东西，于是就往水里头开了一枪，水缸一破，水便流进，一个洞口赫然出现。张启山亲自把洞口挖开，果然里面还有一个地下通道。张启山跳下通道后，张副官也把慌慌张张的齐铁嘴推了下去，自己则继续殿后。众人往前走着，来到一处奇怪的洞穴，突然洞穴里传出一些声音，把齐铁嘴给吓了个半死。这声音又来了，这好像是唱戏的声音啊。而这边厢的陈皮见劝不到师父二月红同意跟日本人见面的事，为了治师娘的药，他向田中提出由自己代替师父为日本人效劳。然而田中对陈皮根本看不上眼，甚至对他一番冷嘲热讽。性格暴力的陈皮受不了田中的语言羞辱，便动起手来。陈皮武功高强，不仅把田中的守卫都打得落花流水，还完全压制住田中，威胁他把药交出来，但田中却毫不动摇，他深知自己若死了，陈皮也别想拿到药。陈皮无奈，只能放开田中，回去继续尝试劝服二月红。张启山在空旷的洞穴里看见里面横竖躺着一些尸骸，并且摆放了很多腐烂的盗墓工具。三人猜测这里曾经有盗墓者来过，而且是个大行动，虽不至于九门全出动，但起码是个灌大顶。
正当他们思索比他们更早进入墓里的人是哪一门时，唱戏的声音再次传来。七铁嘴仔细一听，这曲子跟二月红唱的曲子一样，但不是二爷唱的。突然声源处又传来一阵像是鬼叫的声音，七铁嘴吓得半死。张继山赶紧顺着声源方向走去，到了墓室前，七铁嘴死活不肯进去。张继山听到七铁嘴在抱怨危险，便让张副官在这儿陪着他，自己独自闯墓。但其实七铁嘴是一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见张继山在里面好一会儿了都没有动静，开始担心他遭遇什么不测，于是便拉着张副官一起进洞帮忙。待两人进入墓洞后，只见洞内墙壁上满是蜘蛛网，三人更是发现了火车上那哨子官的墓室，但仍未查出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随后七铁嘴怀疑声音是从一道墙后传来，就靠近去听，结果不小心碰到满布闪光飞蛾的墙壁，瞬时间一整群闪光飞蛾立马向七铁嘴袭来。张继山赶忙出手相救，他让张副官带着七铁嘴赶紧离开，自己则留在洞里和闪光飞蛾搏斗。待张继山清理完飞蛾后，便开始继续探索。正当他在洞里的墙上摸索时，突然就摸到一束诡异的发丝。张继山把发丝扯走后，再继续伸手摸去，摸出一枚二月红家族的族徽。突然张继山觉得不对劲儿，身体开始不听使唤，他只能强行保持最后的清醒，爬着出洞。洞外的张副官和七铁嘴见状，立马合力把张继山带离矿洞，谁知洞口外竟有日本特务埋伏于此。好在张副官枪法如神，身手了得，才得以将奄奄一息的张继山带离险境。张继山强行打起精神，吩咐七铁嘴将他带去见二月红后，便昏了过去。而裘德考则在远处观察着这一切，这人表面上与日本人合作，实则暗藏私心，想把矿里的宝物据为己有。而他的车子里摆着一台留声机，此时正播放着二月红最常唱的那首曲子。七铁嘴和张副官把张启山带到二月红家里，二月红使出了浑身解数，终于把侵入张启山体内的发丝扯出后烧毁。待到二月红救完张启山后，张副官就向二月红问起这发丝之事，而二月红也终于说出了祖辈曾进过此矿洞之事，当年是二月红的舅老爷和他的部下带着那个日本老板进入此矿洞的，而二月红手上的那枚南北朝戒指就是他们带出来的。那矿洞内不知有何机关，当年六人进此矿洞全部葬身洞内，无一幸免。后来二月红也带人进此矿洞查看，却只发现了舅老爷一人的尸体，而在他的尸体上就发现了这种发丝状的物体，身上血管里甚至侵入了头部。同时被此发丝状物体缠上后就会开始说胡话，张继山也不例外。不过他似乎知道只有二月红能救他，才在他仍然清醒时就吩咐齐张二人一定要送他到二月红处。说完二月红便提议齐铁嘴和张副官带张启山去看大夫。好，多谢二爷。而这边厢的田中良子在得知张启山受了重伤后，就来找陈皮，要他把张启山受伤的经过查清，他师娘要的事就有的商量。陈皮立马答应了。二月红其实想帮张启山，但他又不想出面，于是便把祖辈关于那个矿洞的资料写在信里，然后叫陈皮暗中把信送到张启山府上。陈皮拿到信后并没有立刻送到张启山处，而是先抄了一份后去到田中良子那儿。陈皮并没有立即把抄写的信交给田中，而是要求与真正的买主见面。田中良子答应了，跟着就把陈皮带到美利坚长沙商会，让他在大厅里等候。谁知田中竟在这厅堂里埋伏了众多刺客，他打算暗算陈皮，直接拿走书信，怎料陈皮身手不凡，让他们陷入了苦战。这时裘德考出现，平息了这场打斗。裘德考就是想要这书信的人，他表示如果陈皮把信件交给他，他就会帮他的师娘丫头治病。在确认了裘德考所谓的特效药后，陈皮和裘德考达成了交易，把抄写的信交给了他，随后又把信的原件拿到张启山的府上。张启山和齐铁嘴打开来看，虽然信中的字体有故意改的迹象，但是也难掩这信就是二月红所写的事实。张启山拿到信里所写的资料后，决定再次前往矿洞，但在去之前他先派齐铁嘴去一趟矿洞附近查探一下当地的一些情况。
裘德考假扮医生，跟随陈皮来到二月红府上为丫头治病。裘德考装出一副很懂丫头病情样，实则是利用吗啡暂时缓解了丫头的疼痛，才取得了丫头和陈皮的信任，同时还骗他们此病需要长期注射。看来陈皮马上将成为裘德考的傀儡了。七铁嘴乔装成算命道士，来到矿山附近的一处小镇上，向当地人探口风。他从村民口中打探到，有位疯乞丐行为古怪，觉得这乞丐可能知道些什么。按照村民指引的方向，七铁嘴找到了那位疯乞丐。疯乞丐不断拔着自己的头发，嘴里还念念有词，说头发要吃他。七铁嘴略施小计，假扮成大仙下凡，去乞丐那儿套话。乞丐告诉他，十个月以前，这乞丐去了后山一个山洞，然后遇到头发一样的可怕东西，让他非常恐惧。七铁嘴帮乞丐剃了头后，并安抚他，乞丐终于不那么害怕了。七铁嘴也从其他村民口中得知，最近村里来了一些日本人，鬼鬼祟祟的在矿山附近转悠。七铁嘴这下对矿山里的东西渐渐有了眉目。情报员陆建勋被上级调来长沙协助张启山工作，但张启山对陆建勋却存有戒心，他认为这人绝不简单。陆建勋来到张府拜访，一副人畜不欺呀，还跟张启山称兄道弟。恰恰就是这种表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才格外需要防范。果然待陆建勋一回到自己的地盘，就露出了真面目。他对张启山的职位早就嫉妒跟虎视已久，背后捅刀子恐怕说的就是他这种人了。自他来到长沙后，便得知长沙九门在城中有颇大的势力，而张启山则为九门之首。野心勃勃的陆建勋此时正谋划着要取缔九门在长沙的地位，而要让九门瓦解，首先就要扳倒张启山。陆建勋先是拜访了谢九爷，这九门中心机最深的便是谢九爷，理所当然遭到九爷的委婉逐客。况且张启山已经事先打过招呼了。陆建勋随后命人依次拜访了其他几门，但均吃了闭门羹。裘德考和田中良子得知了陆建勋频频拜访九门一事，认为这人有勇无谋，必要时可以对他加以利用。这会是不好吃。七铁嘴回到张启山处，把打听到的情况向他汇报。原来矿山下面真有一大古墓，而不小心进去过的人都已经吓疯了，并且日本人最近也在打探矿山的情况。张启山想抢在日本人进墓前再进此墓查看下，但为了保险起见，七铁嘴觉得还是得劝二月红出山帮忙。张启山和七铁嘴都深知二月红并非不肯出手，只是因为要照顾病重的丫头而不得不袖手旁观。齐铁嘴觉得这是个死局，一时之间也想不到办法，于是提出找谢九爷帮忙。一说曹操，曹操就到。谢九爷这时刚好来府上拜访，三人说起这件事后想法都不谋而合。谢九爷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二月红出山得让丫头出面劝说才行。而这会儿二月红正在梨园登台，张启山和谢九爷来到红府劝丫头开口让二月红出山。丫头虽然知道二月红此举可以帮助长沙阻挡日本人的阴谋，但是心里还是担心二月红的安危，于是拒绝了张启山。丫头说着说着就突然病发，下人立即为丫头注射了裘德考送来的吗啡。见多识广的谢九爷一见注射的药剂感觉不对劲儿，于是便把药瓶给拿了回去。回到张启山府上，谢九爷就把丫头的药是吗啡的事告知了张启山，并说这吗啡是在鸦片中提取的，目前这些东西只有日本人才有。张启山惊讶之余也猜测到日本人现在已经盯上了二月红，恐怕还有很多未知的危险等着他们。想要请得二月红出山，必须先治好丫头的病。当初有神医化千道已给出药方，但唯差鹿火草这药引。没多久谢九爷再次登门，谢九爷告诉张启山，他收到消息，北平的新月饭店一周后会拍卖鹿火草，
张启山知道后二话不说就决定和谢九爷一起去北平，随后他先到洪府拜访二月红。张启山把马飞的事儿以及陆火嫂的事儿告诉了二月红，并问二月红这马飞是哪里来的。二月红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愤怒，告知这马飞是一个叫裘德考的洋人带来的，而这人是陈皮介绍的。张启山听后打算找来陈皮问话，二月红则表示陈皮可能也是被日本人利用了，让张启山不要太为难陈皮。同时二月红打算跟张启山一起前往北平，而丫头听见后要求一起前往，她担心自己等不到二月红回来，希望能在余下的日子里多和丈夫相处。二月红最终还是答应了。新月饭店乃北平最大的珍宝拍卖行，老板背景很深，就连日本人对他都要礼让三分。而要进入新月饭店拍得陆火草，得先要有请柬。张二奇、谢四人在张府商量着要怎么才能把请柬弄来。谢九爷告诉大家，山西富商彭三边准备坐火车前往新月饭店，届时将会途经长沙，到时可以趁机从彭三边手中夺得请柬。几人一起制定了偷帖以及脱身的一整套策略。张副官按照佛爷的吩咐把陈皮抓到牢里审问，陈皮在牢里毫不配合。张副官好心提醒陈皮，日本人给的药根本没法治好他师娘，而他只是被日本人利用了。陈皮听后既懊恼又无奈，说自己也是救师娘心切才出此下策。张副官这时才知道陈皮本意不坏，于是告诉他丫头的病其实有药可治，二月红和张启山已经亲自去取药了。陈皮听后暂时放下心头大石。张副官追问陈皮到底是何人把吗啡给他的，陈皮坦言自己也不知道那人是谁，但知道对方的所在位置。张二奇三人假装乘客上了火车，齐铁嘴打扮成算命先生，表面上在列车里讨点生意，实是到处溜达查探彭三边的位置。待他找到彭三边的位置和摸清彭身边的形势后，便回到张启山和二月红身边，用手势向他们通风报信。三人按照原先制定的计划，趁火车进山洞时的昏暗环境向彭三边下手偷铁。二月红身手最为了得，探囊取物之事自然由他来动手。然而彭三边不是吃素的主，二月红摸到了请帖却被彭三边发现并压制住了。彭三边身边的手下们推门一看，见到彭三边正在请二月红喝酒，表面上恭恭敬敬，实则各怀鬼胎。张启山这时见形势不对，便来到彭三边这里，方见二月红身陷险境，他也不再掩饰，想强行把二月红带走。说时迟那时快，张启山一动手，彭三边一众也跟着动起手来。混乱中另一列火车从旁经过，张二奇三人便按事先计划好的脱身方法跳到另一辆火车中，请帖到手，人也安然无恙。张副官带人来到美利坚长沙商会，因美国商会受领事馆保护不得擅闯，张副官只能偷偷潜入进行查探，不料却与裘德考撞个正着。张副官干脆与其正面对碰，质问裘德考为何要给丫头注射吗啡。裘德考也不掩饰，表示丫头已经病入膏肓，利用吗啡让她走得痛痛快快反而更好。张副官还想继续追问，突然有个电话打来，裘德考示意让张副官接听。张副官拿起听筒，听见电话那头正是宋玉明宋长官，宋长官责备张副官肆意妄为擅闯此地，让他马上离开。张副官无奈只得转身走出门口，但他却没有马上离开这所院宅，而是在院子里打昏了一个守卫，确认这人是日本人后，方知裘德考不但有强大的后台，并且还和日本人勾结，心里多少有了分寸。张副官在院子里放了把火，很快火势蔓延了起来，跟着张副官再带着一队人马，借故把裘德考和田中良子接到张府避火灾，想顺势给他一个下马威。裘德考在张府受到张副官的款待后，张副官认为二人已认清形势，就应该不会再闹出什么风波了，便放了二人。而裘德考则发现张启山并不在府上，他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命田中良子暗中查探张启山的下落。
新月饭店的大小姐尹新月男扮女装，带着一群手下坐在北平火车站候着彭三边。原来新月饭店的尹老板与彭三边私交甚好，于是打算把女儿尹新月嫁给他，但尹新月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嫁给素未谋面之人，因此才带着一堆手下在火车站里守着，想要对彭三边进行伏击。张二奇三人连同丫头到达北平后，张启山便乔装成彭三边见机行事。他见丫头身体不好，且人多了不好掩人耳目，于是决定和齐铁嘴两人前往新月饭店，让二月红和丫头在其他旅馆安顿下来，万一出了事儿，也能在外面给他们照应。乔装成彭三边的张启山在车站成功瞒过了尹新月一行人。尹新月见眼前这位彭三边长得风流倜傥，举止不凡，立即对其心生欢喜，便把伏击一事就此作罢。尹新月假扮成接车的司机小弟，把张启山和齐铁嘴接上了车。一路上尹新月试图向张启山套近乎，好加深了解，但张启山只觉得这位小伙子举止奇怪，似有不轨。此人身份古怪，来者不善，消息未妙。陆建勋从手下口中得知，张启山已经闭门两日，且缉拿了二月红的徒弟陈皮，却对其不闻不问。陆建勋猜测这当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来到了牢中，试图挑拨陈皮和二月红的关系，并以救他一条命为条件，要他回答自己一些问题。陈皮不仅毫不动容，反而非常不屑地看着他。陆建勋被陈皮的态度气得有点恼羞成怒，于是命人把他带走。待到张启山和齐铁嘴进入了新月饭店后，只见里面遍地达官贵人，处处歌舞升平，一阵奢靡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他们俩却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张赌桌上，早上的那位司机小弟此时已变成了一位阔少，正与一众富商在赌博。二人猜测他的来头肯定不小。而同时间，张启山也发现这位阔少身后的一名女家奴耳廓奇特，耳髓骰动，绝非寻常人也。正当两人讨论着这些听力惊人的家奴时，这些家奴也随即有了反应。齐铁嘴惊觉他们听力惊人，似乎能听到场内所有动静。张齐二人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目的，决定用长沙话进行交流。张启山和齐铁嘴通过四处观察，猜测放置拍卖品的藏宝阁就在守卫森严的顶层，但想上去并不容易。这些听力惊人的家奴只要一听见异动，就会唤来守卫，看来这新月饭店不好搞啊。但张启山却自有解决的办法，他看着台上唱戏的班子，心里似乎有了想法。张启山安排齐铁嘴对饭店的演出进行调查，得知饭店找来了北平最有名的戏班子连唱三天，而最后一天的重头戏则由底下的观众以价高者得的形式进行点戏。齐铁嘴说到唱戏，就想到二月红，二月红的一曲《木柯寨》可谓绕梁三日，而张启山心里想的则是利用对《木柯寨》这曲子的熟悉，避开新月饭店的耳目。第二天，齐铁嘴故意在饭店里给一些达官贵人说起点戏的事，并故意说《木柯寨》这戏彩头特别好。这话被一位富豪听进了心里，《木柯寨》成型。齐铁嘴回到房间后，和张启山一起为潜入藏宝阁做准备。只见张启山在房间里一边听着戏，一边在本子上做着记录。第二天，那位贪慕虚荣的富豪军阀听了昨天齐铁嘴说的话，便让身边的两位陪酒小姐点了一曲《木柯寨》，而张启山这边等戏一开唱，便开始了行动。他踩着戏里的唱词和节奏来避开听奴的听力，但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举动竟被尹新月给看见了。尹新月此时依旧不知张启山的真正身份，仍以为他是与自己有婚约的彭三边。他猜测张启山上来顶层，应该就是来找自己的。为此，他兴奋不已，立马换回女装后，更是细心打扮了一番，想着和自己的如意郎君来此浪漫相会。而张启山则潜入了藏宝阁，到处翻找露火草，
尹锡悦在房里等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张启山上来，怕他会不会走错地方了，于是故意在房间里放音乐，打算给张启山一点提示，然而不小心将音量放太大，尹锡悦呻吟了一声，被楼下的听奴察觉，听奴听见楼上小姐莫名叫了一声，一番纠结后最终还是决定上楼查看，尹锡悦又等了一会儿后便按捺不住了，他走出房间去找张启山，而此时藏宝阁的门并没合上，尹锡悦看见后觉得不对劲儿，于是走上前打算一探究竟，正当尹锡悦要推门进入时，听奴也快要走到顶层，而在藏宝阁里一番搜索并无所获的张启山正欲离开，一开门就看到眼前的尹锡悦，于是便把尹锡悦拉进藏宝阁，尹锡悦质问张启山在干什么，张启山则说自己只是在好奇看看，尹锡悦虽然不相信他的话，但是也不想他被人发现，于是走到楼道上把听奴们打发走，救下张启山，张启山看见之前遇到的司机小弟换上了女装，还有听见听奴们叫他做小姐，便推断到这个人就是新月饭店的千金小姐尹新月，事后尹新月把张启山叫到房间里质问他为何入室行窃，张启山见尹新月虽然有点古怪但并不是坏人，于是就把自己找妖救人的事和盘托出，尹新月听后暂且相信张启山的话，但是他也向其讲明要在新月饭店拿到宝藏只能按照正常规矩拍卖夺得或者拿命来换，此时张启山也觉得偷药这做法风险太大，于是决定参与拍卖，但张启山在新月饭店看到了日本人，猜他们应该是冲着拍卖会中的三味药来的，其中就包括鹿火草，而七铁嘴则无意间听到日本人背后有商会支持，要跟他们抢的话估计得大把大把的钞票，而以他们现在身上的财力恐怕不能与之抗衡，于是张启山连夜给张家发电报，要张副官把家里的全部古玩拿给几位古玩店掌柜，要他们做担保筹钱，待到张启山筹足了银两后第二天就出现在了拍卖会上，然而就在拍卖会即将开始时，彭三边本尊来到了，在新月饭店门口大吵大闹，家奴把情况通报给尹新月，尹新月听说彭三边出现在门前吓了一大跳，尹新月穿回男装去见了闯进新月饭店的彭三边，交谈中他猜到此人应该就是彭三边本人，那么在饭店里头翩翩君子则应该是冒牌货，但尹新月对张启山一见倾心，决定护着他，于是让下人把彭三边带到了偏厅中看管好，并叮嘱家奴们不许把此事说出去，张启山在拍卖会上坐进了二楼的包厢，他环视四周对场内的竞争对手进行观察，除了一楼的普通坐席，坐包厢的一共有四人，一位是前厅的贝勒爷，一位是日本商会会长，另一位则摆放了屏风故作神秘，原来他就是邱德考，在他得知张启山在此地后就特意前来看看他有什么举动，第一轮的拍卖品都是普通坐席上的达官贵人包办了，包厢里的人均没有出手，而在第二轮进行拍卖的三样物品其中就有张启山心心念念的鹿火草，此时主持人突然宣布第二轮将使用盲拍的形式拍卖，且本轮的拍卖还与彭三边和尹锡悦的联姻有关，如果彭三边能拍得其中一样就把这样东西当作彩礼，张启山和齐铁嘴听见后总算明白了尹锡悦之前行为古怪的原因，既然以盲拍的形式进行，那张启山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鹿火草，而日本人似乎也是志在必得，有了商会的支持他们点起了天灯，至此张启山也了解了何谓点天灯，于是大手一挥天灯点起，包下场子跟日本人斗起法来，最终日本人不敌连败两阵，但当头两个锦盒已拍下来还剩最后一个时，张启山的资金出现了危机，担保额已不够需再注入资金，于是张启山要求拍卖会暂停半小时以给他时间筹钱，此时日本商会会长不知好歹出言诋毁中国人，结果被张启山一顿义正辞严怼得灰头灰脸，张启山让齐铁嘴给谢九爷通风报信求他帮忙，谢九爷收到消息后嘴里是有埋怨的几句，觉得张启山老是做一些逞英雄的行为，但是佛爷有难自己还是会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暗中向日本总商会举报此事，终将对方的资金链切断，
而拍卖会这边，张继山为国家挺身而出的言行获得贝勒爷的赞赏，贝勒爷私下给了张继山一箱钱，张继山天灯再次点起，点灯，最终还是把最后的景盒给拍下，三个景盒通通收入囊中，现在就等着拍卖会结束，尽快取药离开。偏偏事与愿违，就在这时，彭三边本尊闯进拍卖会现场，彭三边当众指责张启山是冒牌货，张启山只能将计就计，说自己是真的，对方才是冒牌货，试图蒙混过关。主持人看见日本人给他使了个眼色，于是便安排彭张二人拿出证明身份的证据，张启山和彭三边各执一词，一时之间真假难辨。彭三边提出要张启山和他比试鞭法，而机灵的张启山则以耍鞭之人听力定胜人来要求彭三边与他蒙眼斗鞭避其锋芒，彭三边本不想答应，但被齐铁嘴出言挑衅，尹新月则一旁帮腔后，最终无奈应战。而齐铁嘴在给张启山蒙眼前，在眼罩上戳了两个小洞，张启山从洞孔中可窥得彭三边的走向动作，但彭三边却只能透过耳朵去听张启山的出招。两人斗鞭时，尹新月和齐铁嘴还故意大声说话，扰乱彭三边的听觉，张启山则趁机把彭三边打败，彭三边最终落败，但他察觉到自己是被故意捉弄，于是恼羞成怒，想对张启山痛下杀手。尹旭出手阻止彭三边，并当着众人的面指出张启山才是真正的彭三边，众人看见新月饭店的大小姐亲自作证，便不再怀疑。彭三边觉得十分委屈，愤怒地走出新月饭店，打算命人调查一下那个冒充自己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此时日本商会会长找到彭三边，说他一早就看出来那个人是假的彭三边，并说自己知道那位冒充者是谁，随后就把彭三边请到裘德考的车上，裘德考打算派人手协助彭三边找张启山报仇，实是他想借彭三边之力铲除张启山。彭三边当然也不笨，他知道裘德考想坐收渔翁之利，但无奈张启山的位置和情报此时就裘德考能告知他，只得妥协。尹新月把药拿给张启山后，便安排他离开饭店。张启山拿到药后，向尹新月表示了谢意。正当他打算就此别过尹大小姐时，尹新月却坚持要把他送到车站。待他们来到车站时，却遇到了在此恭候的贝勒爷。贝勒爷是敢爱敢恨之人，其实也一早就看出眼前这位并非彭三边，但依然对他青睐有加，希望跟他交个朋友。张启山不想节外生枝，便不对贝勒爷做过多的自我介绍，贝勒爷给了张启山一个玉佩作为信物，让他以后到东北时记得要找自己。而尹新月缠着张启山不放，跟随他上了火车。二月红和丫头见到尹新月感到有点意外，尹新月说张启山在饭店点了三盏天灯，就是他的夫君。彭三边得知张启山等人在回长沙的火车上，于是跟手下们连夜赶至行驶中的列车，在列车顶上面伺机行动。张启山察觉到头上有异动，立即警觉起来，走出车厢打算先发制人。与此同时，新月刚从洗手间里出来，就正好撞上潜入列车内的彭三边。彭三边见肉就在嘴边，立即将他掳走。而在新月挣扎时，手上的二响环发出声音，被张启山听见。张启山闻声赶到，随即与彭三边的手下们动起手来。彭三边趁着混乱，把新月拉到摆放货物的车厢，打算强行玷污他。幸得张启山身手不凡，以一敌众，在千钧一发之际，张启山甩出一把刀直穿门窗，制止住彭三边的行动。张启山把新月从彭三边身下救出，随后彭三边垂死挣扎，打算置张启山于死地，但终究技不如人，自食恶果，命丧黄泉。自陈皮被陆建勋带走后，就遭到他严刑拷打。陆建勋对他一番胡说八道，试图引导他误会张启山有所企图，然而陈皮只当他的话是耳旁风。而张启山一回到长沙，便得知了陈皮被陆建勋抓走的事。待查探到陈皮的下落后，张启山带队赶到监狱，打算把奄奄一息的陈皮带走。陆建勋这时来到监狱，打算以通敌叛国之罪继续收押陈皮。张启山表
表示此罪无凭无据，既然没有证据，陆建勋也拦不住张启山，只得任凭他把陈皮带走。丫头吃了张启山和二月红带回来的药后，精神似乎好了很多。二月红觉得这次能拿到救命药，也是因为谢九爷爷的提议，于是邀请谢九爷爷来府上，亲自向他道谢。谢九爷来到红府，与二月红和丫头寒暄几句后，二月红便接到通知，需去梨园一趟后，就先行离开府上。而此时的谢九爷觉察到丫头的不对劲儿，趁二月红走后，便开始帮他把脉。丫头在九爷面前强装精神，但脸色和脉象是骗不了人的。谢九爷见到丫头咳血，便知道那些药对丫头并没有效。谢九爷知道这药是张启山和二月红玩命一样拿回来的，他不想瞒着他们，而且早点被二月红知道也好给大家有点准备，另想救丫头的办法。丫头听了九爷的劝说后，起初心有顾忌，但谢九爷却道出一个事实，二月红对丫头用情至深，假若丫头先亡，二月红多半会随之而去。事到如今，为了让二月红活下去，只能想个办法。丫头觉得谢九爷的话有道理，深思熟虑后，便按照谢九爷的吩咐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张铁山，言明此药不能救命，只能续命，且副作用太强，让自己太过痛苦，打算把药全数退回张铁山处。第二封信写给二月红，把此事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张铁山收到丫头的信后，觉得这事不妥，理智的谢九爷则从旁劝说，表示现在别无他法，既然丫头已经油尽灯枯了，他们只能尽力保住二爷。丫头一直强忍着痛苦，装出病情好转的假象，终于在这天于二月红面前咳血倒地，自己病入膏肓的事实已经瞒不住了。二月红这时才发现药都没有了，丫头把药还给了张启山。二月红不知道丫头为何这样做，他带着病重的丫头冒雨赶到张府，希望张启山能把药给他们。张启山知道二月红前来，于是把心一横，命下人把门锁上。二月红在门外跪下求药，张启山在门内含泪不理。当日张启山答应了丫头要完成他的心愿，且这样做也是为了救二月红，只要能保住二月红的命，哪怕被他误会被他痛恨都在所不惜。二月红见张启山在门内对他不闻不问，对丫头的病不管不顾，绝望地抱着丫头向他道歉。丫头心里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她只能忍着，希望自己解脱后二月红能够理解自己和张启山的苦心。丫头此时精神已经萎靡不振，二月红也知道丫头熬不过今晚了，但却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陪她走完生命中最后一程。最终丫头香消玉殒，二月红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带着剑冲进张府，对着张启山就是一剑。张启山也不闪躲，挺直胸膛挨了二月红的这一剑。二月红要张启山偿命，张启山则说如果二爷能陪他下墓查出日本人的阴谋，他为丫头陪葬又何妨。谢九爷在灵堂拜祭丫头，随后把信交到二月红手里。二月红看了信，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边厢被张启山救走后的陈皮一直在医院里躺着，稍微痊愈后便不顾护士的劝说，自顾自地离开了医院。陈皮在街上走着时，无意中听见师娘丫头逝世的消息，整个世界犹如瞬间崩塌了一样。他冲回红府，不可置信地看着丫头的灵堂，才知道师娘是真的死了。他来不及见心爱的师娘最后一面，瞬时整个人像失魂落魄般，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一家面馆时，便在门口稍作歇息，无意中听见面馆的老板和伙计在闲聊，谈话间提及丫头死的那晚上，二月红带着丫头到处敲面店的门求面，但却没有一家开门做二月红的生意。面馆老板还说丫头是个病老鬼，陈皮听不得别人说自己师娘的坏话，加上知道丫头死的那天连一碗面都吃不到，于是心生杀意，血洗了河滩街上的几家面馆。张启山得知陈皮大开杀戒之事，觉得他肆意妄为，于是下令全城通缉他。与此同时，陆建勋也得知了陈皮血洗面馆的事，并知道陈皮正在逃亡中，于是他心生一计，决定命人赶在张启山之前先把陈皮抓起来。双方人马都找到了陈皮的所在位置，正当张副官带着手下准备抓捕陈
皮时，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陆建勋事先安排埋伏在此的手下突然出现，拦住了张副官的去路，陈皮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